Jingle bell, jingle bell。哎、欸、，sorry 啊，大家好，我是小明啊。你看到我戴这个帽子，就知道什么回事了啦。不过我不是来送礼物的，我是来送新闻的。那今天的每周三六零的第一则新闻是什么车呢？哼、嗯、哼，这个万众期待的2020 Toyota Vios 还有 Yaris 终于来了。这个小改款的 Vios 和 Yaris 啊，终于在上个礼拜的这个17号正式发布了。那我们从这个图片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新车它在外形上其实是稍微有点跟动，包括这个前脸造型的这个整个设计呢是有点不同的，但是重点还是它这一回终于导入了大家都很期待的 LED 头灯，而且这个 LED 头灯还是全系标配，非常的有诚意。而在配备部分呢，其实这个小改款的 Vios 还有 Yaris 也是有些许的一些进步。那首先就讲我们之前有提到的这个wireless charging， 也就是无线手机充电插座，它的确是有，但是呢其实是一个选配的一个选项来的。不过呢这个小改款的 Vios 和 Yaris 还是有一些升级的，像是这个唱机的部分呢，它就升级成了一个尺寸比较大的一个主机，而且重点是哦，这个主机这一回终于支援 Apple CarPlay 还有 Google Android Auto 的这个手机互联功能了。但是这个主机呢就仅限于E 还有 G 的车型而已啦。而同样的，在这个 E 和 G 车型上呢，这一回它还新增了一个我个人是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功能，那就是 Toyota Safety 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功能了。但是呢，在这个小改款的 Vios 还有 Yaris 上的这个 TSS 是比较 basic 的版本啊，它拥有的功能呢，像是这个可以在15公里以上启动的前方碰撞预警，还有这个50公里以上可以操作的车侧偏移警示，以及车侧盲点侦测，还有后方横向来车的这个警示功能。虽然说是比较 basic 一点，可是我是觉得哎，好过没有咯。而在引擎方面呢，因为是小改款的关系啦，所以这个2020 Vios 还有 Yaris 它依旧是沿用了 1.5L 的 Dual VVT-i 自然进气引擎，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为 107PS， 峰值扭力呢则是 140Nm， 并搭配一个模拟七速的这个 CVT 无段速变速箱。但是我觉得这一回这个小改款的Vios 啦， Vios 而已啦，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这一回 Toyota Malaysia 就为这个 Vios 呢追加了一个被称为 GRS 的车型。这 GRS 其实就是 GR Sport 的意思啦。而且哦，这个 GR Sport 它不只是外形变得比较帅，你可以看到有这个Gazoo Racing 的这个 Body Kit 的设计啦，它不只是多了这个 Body Kit 而已，它在底盘上也是有升级的。首先它就使用了这个17寸的 GR 运动轮圈，并搭配 Toyo 的 TR1 性能轮胎。再来就是这个 GRS， 它的悬挂也换上了由 Gazoo Racing 所精心调教的这个 Sport Suspension， 所以我相信它在操控表现上呢是更加的好的。不止如此哦，它连变速箱都有不同，虽然说都是同一句 CVT， 可是 Gazoo Racing 针对这句变速箱在进行了重新调教和优化。在这个 Vios GRS 身上呢，这一句变速箱可以模拟10个档位，哇，十档哦，而且不只是十个档位而已，它的这个转速的这个区域啊，也可以拉到更加的高，油门反应呢，也同样更加的灵敏。所以整体来讲，我是觉得这个 Vios GRS 的整体表现呢，应该会比普通版的 Vios 还要更加的灵敏，更加的运动化。然后在内装的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Vios GRS 啊，身上是拥有许多的 Gazoo Racing 的元素的，像是这个 GR 专属的 Push Start 灯。它的这个座椅呢，也是采用了一个皮革和 Alcantara 混搭而成的设计，而且也是有这个 GR 的 logo， 就连它的 Meter 也有这个 GR logo， 哇，这个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有战斗格，不要讲什么底盘啊，我看到这些东西我都想买这台车了。那小改款的这个2020 Toyota Vios 还有 Yaris 以及这个 Vios GRS 的价格是如何呢？啊，在这里我就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啦。那从这个列表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一回小改款的车型E 和 G 车型是相比改款前呢是稍微有一点涨幅的，但是我觉得其实因为它加了许多配备，包括这个 TSS 的出现呢，所以这一点点稍微的加价其实对我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小改款的 Vios Yaris 是如何呢？讲完这个比较长的第一则新闻过后，接下来第二则新闻又是 Toyota， 但是这个 Toyota 就让很多人很兴奋了，因为它是 Toyota GR Yaris。没有错，备受性能车迷瞩目的地表最强三缸小钢炮终于来到我国了。大家不要听到这个 Yaris 啊，就以为是刚刚该我讲的那个 facelift 小鸭，这一个可是底盘截然不同的暴力鸭来的啊。这个 GR Yaris 是 Toyota 重拾热血以后啦，在性能钢炮里面的第一招。它是由这个 Toyota Gazoo Racing 赛车性能部门以及 Tommy McKinnon Racing 共同合作所开发出来的一款新车。听到这个 Tommy McKinnon 啊，你就可以大概猜到是怎么一回事啊。没有错，这一款车未来还会代表 Toyota 征战这个 WRC， 也就是世界级的这个拉力赛事。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一台车算是这个公路版的拉力赛车了。
那在这里我也为大家复习一下了这个 GR Yaris 的规格，它采用的是这个 Toyota 最新的 TNGA GAB 平台打造而成。这款硬派小钢炮呢，还导入了这个名为 GR4 的全轮传动系统。没有错，它是一台全驱的小钢炮来的。而这个全驱系统呢，采用了多片式的离合器设计，实现了前后扭矩可变的传动。这样一来呢，这个引擎传递到四个轮子之后啊，它的这个动力损耗呢就大大的减少，同时前轮和后轮的这个动力分配呢也更加的自由与平衡。这个系统呢可以通过侦测到不同的这个路面啊，来将这个动力传递到四个轮子，从而提供一个更好更精准的操控表现。不止如此，为了降低车身重量啊，这一台 GR Yaris 啊，它其实在这个车底加工上是采用了大量的这个轻量化材质，像是这个铝合金啊，然后同时呢，车顶也换上了这个 CRPF 碳纤维复合材质，让整台车子的这个车重啊不到1200公斤，其实是相当的轻的哦。同时呢，它的这个车身设计啊，也针对这个空气动力学进行优化处理，在减低车重之余呢，也能够提升性能的表现。不过这台车的重点还是在它的这个动力配置上，因为它所搭载的这具代号为 G16E GTS 的 1.6 三缸涡轮增压引擎呢，据了解是沿用了这个 Toyota 在 WRC 拉力赛事中的经验开发而成的。它在这个引擎内部呢，也同样进行了轻量化处理，来让这个引擎的运转更加的快，同时呢，也针对它的这个 Turbo， 也就是涡轮增压器以及排气系统进行优化。在这一些动作之下呢，让这一具三缸引擎它的最大马力直逼261 PS 的境界，峰值扭力呢更是高达360 Nm。这样的一个输出功率呢，也让它成为目前业界里面最顶的这个 1.6 三缸涡轮增压引擎。那这具地表最强 1.6 三缸啊，再搭配被称为 IMT 的六速智能手排变速箱，以及我刚才说到的这个 GR4 全驱系统之下呢，这一台小钢炮它的0-100加速其实是相当猛的哦。有外国媒体在实测了过后了，它的0-100加速只需要5.4秒，哇，这个成绩啊，我相信是足以挑战这个 Civic Type R 了。所以这一辆很顶的德国小钢炮，在我国卖多少钱呢？29.9万令吉，是不是觉得这个号码很漂亮？告诉你一个漂亮的，那就是它在朗高位只卖16万，心动了吧？告诉你也要快哦，因为这一台车它的这个配额有限，据了解了，在我国的这个配额不到200辆而已，所以你有兴趣啊，真的是要快啊，不然一下子就给它抢光了。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阿姨还是姐姐啊？有没有想要买来给我做这个圣诞礼物、新年礼物也可以。接下来这一车新闻呢，又是一台新车。那其实真的上个礼拜是蛮忙的啦，就蛮多新车发表的。那这一台呢，是来自 Mercedes-Benz 的新一代 GLA。在带来了 A-Class Hatchback、A-Class Sedan， 还有这个七人座的 GLB 以后呢，这回 Mercedes-Benz Malaysia 终于带来了 GLA 了。它是这个 NGCC 里面家族的成员，算是 A-Class 里面的 crossover 版本啦。那在外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新一代的 GLA 其实是相比起上一代车型，它是少了那种比较激进的造型，整体看起来呢是比较成熟稳重了一点。它导入了这个 Mercedes 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像是这个超大型的水箱护罩，还有那个类似 A-Class 的这个锐利头灯主设计啦。而在车尾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原厂为这个 GLA 导入了Mercedes 目前休旅车系里面最新的一个设计元素，那就是一个方形的尾灯细节。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回这个新一代 GLA 在我国一共备有两种车型，分别是 GLA 200 Progressive Line、 GLA 250 AMG Line。这两者呢，在这个外形上其实是相当的不同，就这个200呢是比较斯文一点，而250呢则是比较运动化一点。这也是这个 Mercedes-Benz Malaysia 近几年所惯用的一个车型上划分的一个策略。而在内装设计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一代的 GLA 它基本上是延续了 A-Class 的设计啦，不过在一些细节上是有些许不同的，多了一些更加实际的这个贴心设计。而 A-Class 招牌的这个氛围灯啊，也在这个 GLA 身上出现，不过它同样也是比较内敛一点，并没有 A-Class 那样的这个 fancy。不过呢，新车最大的改变呢，还是在这个后座空间表现上。相比起上一代的 GLA， 它真的是出色太多了，尤其是这个头部的空间表现上呢。只可惜它的这个后座还少了这个空调出风口。新一代的 GLA 采用的是最新的这个 MFA2 平台打造而成。比较特别的是呢，这个 GLA 在我国是全车系都采用独立式的这个后悬挂，包括这个 GLA 200，它并不像 A200 这样是采用这个 torsion beam 的 setup。而在动力配置部分呢，它基本上也是延续了这个 NGCC 家族的引擎配置，也就是分别采用 Daimler 以及 Renault 共同开发的 1.33L 涡轮增压引擎，以及全新的 2.0L 涡轮增压引擎。在这个 1.3L 的涡轮增压引擎身上呢，它的这个最大马力表现为 163 horsepower， 至于峰值扭力呢则是 250 Nm， 并搭配7速的这个双离合变速箱，
0到100的加速表现为 8.7 秒。至于 2.0 的这一具引擎呢，它的最大马力表现为224 horsepower， 峰值扭力350牛特兵的，并搭配8速的这个双离合变速箱。0到100的加速表现 6.9 秒。新一代的 GLA 在我国的售价分别是这样，那比较特别是原厂这回啊，也就列出了 SSE 豁免前以及豁免后的这个价格了。所以大家觉得这样的价钱呢，入手这一台 Mercedes-Benz 的精品 crossover， 你们觉得如何呢？值得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发表你的看法。最后则新闻，吉利将会推出第二代的双离合变速箱。据了解，这个吉利是在日前宣布了将会推出这个第二代的七速双离合变速箱。这一具新一代的变速箱呢，不但可以优化动力以及油耗，还有效率了。同时它在这个可承受的这个峰值扭力的顶线上呢，将会进一步提高至450牛顿米的哦。而且呢，同时这一具新一代的变速箱啊，它可以同时兼容各种先进的这个混动技术啦，以搭配更多的引擎。其实我们都知道吉利正在计划在未来呢追加更多的这种新能源动力组合，也因此呢，这一个第二代的双离合变速箱来的正是时候。那讲到这个吉利的双离合啦，其实目前他们所谓的这个第一代七速双离合呢，也正是我们的 Proton X70 以及 X50 这一具变速箱呢，是吉利旗下的这个 CEVT 欧洲研发中心所打造出来的产品。这具变速箱呢，它是在2017年12月份完成测试与评估，并正式大量生产。在短短的3年内啊，吉利就已经生产超过100万具，同时出口到欧洲市场的这个数量呢，也达到了30000具那么多。那这一具变速箱有什么厉害呢？首先它就具备了这个吉利的电子换挡技术以及电子冷却油泵技术。那在这两大技术加持之下呢，能够提高换挡效率以及稳定性，并大量减少变速箱过热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双离合最怕的就是过热了。那目前呢，这个第一代的七速双离合啦，可承受的这个扭力呢是350 Nm。也因此呢，这一回这个中国媒体所爆料的啦，也就是说吉利正计划推出这个第二代的七速双离合，它的这个峰值扭力将进一步提高至450 Nm。哇，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 promising。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这个吉利新车呢，将会拥有更高的一个输出表现，更加顶的性能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好啦，今天的这个360就到此结束。那刚才我说我今天不是来送礼，我其实是开玩笑的啦，因为反正都戴了这个圣诞帽子。好啦，我就有这一顶 OMP 正版鸭嘴帽要送给大家，它的价格可不便宜哦，据我所知是150令吉，想不想把它带回家呢？你只要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刚才我说的那几台新车你比较喜欢哪一台， Mercedes、 Toyota 还是 Gazoo Racing， 写下你的选择并告诉我们原因。最有创意的这个回复呢，将可把这一顶鸭嘴帽带回家，赶快踊跃发言吧。好啦，我是小明，今天的这个360就到此结束。在这里我也祝大家平安夜不平安，还有圣诞快乐，拜拜。